Hello， 大家，我是伟哥，我们今天继续玩王者荣耀啊。现在还变成祭司喊再玩两下，看一下吧，看一下队友选什么，看有没有选射手，没有选射手我就选成祭司喊。我李白不是以前的了，什么意思？来打野，好吧，那就这个阵容吧。这边还有个项羽啊，猴子打野，跟李白抢野。哎，两个打野闹翻了啊！两个人在那闹，咔，最后李白换成关羽，然后孙悟空的那个。惩戒也换成了打野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对方也有一个射手啊，李元芳还有老夫子。可以玩，没有李白呀。骑这个小太，骑这个飞太狼，我去上路打野，走的红地毯。群军出击，关羽可能又在打字了。我擦，你个孙猴子，我都已经学好要打野了，他突然又变成斩杀，是吧？本来李白都选好了，最后变成了关羽啊。老胡子扔个陷阱就行，扔个陷阱在草丛里面啊，不要乱来。打野，老夫子别跑。我这样不躲草丛啊，我这是草丛英雄对吧？然后在草丛里面干他们更好干啊，出不了好时机。这老胡子还老不死，还不回去，还不走，太猖狂了。我要躲在草丛里面。就拆他，没人拦得住我。追得到我吗？在草丛。远离他们，反正我是射手，能打到小兵就可以了。
想那么快打得到我，没那么容易。他想躲在那里埋伏我，不看看我是有什么的啊，就是拖住你们两个不让你们花语。你们来了来人来人了，快把那个老夫子和解决了！我操！哎呦，他谁？发起进攻！严师放下主攻！快点！孙悟空又死了，去支援下路的李白吧，不是宫本吧，看能不能帮他打掉这个李白，对吧？我蛋一来就给我吃这个东西，这老胡子又来，这家伙这里边好烦。这这么搞李白，我操，中路怎么被推了那么多，什么情况？没血了，这边还要一边安装东西一边玩游戏，电脑坏的可怜啊，他这电脑真用不来，动不动就死机，啊，气死人了。边看边打，选择堕落野兽吗？也就是主加了技能，应该是加了技能吧，对吧？一技能主要是开，看一下有没有人，草丛有没有人躲着，是吧？这李白又推我，
哎呦，怎么被卡住了？快跑快跑！等等等等啊！这个打得很不专心啊！元荒你怎么看？看什么？看被虐得很惨对吧？别过来，我的坑货，把你们什么荒223。强者，我的自以为强者。躲到草丛里面就是我的天堂。这草丛也追我，快跑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李白又来了！快跑，快跑！吓死宝宝了！走走走，打不过。这是我王宫本掉线啊，坑了。这把可能不会赢啊，但是可以捉弄人家的吧。靠，人太多了，我不敢冲出去。我操，兵线马上就过来了。抓都抓不到他李白，我擦！选择堕落为野兽吗？开始成分析敌方李元芳。我尽量保持不死。他们抓不到我。哎呦我擦，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被逮住了被逮住了，被李元芳逮住了，没注意到，哎，一个李元芳，刚才只注意李白。死了死了，关羽死了，这打的什么鬼啊？项羽孙悟空怎么花语的，都没人家花语的好一半好啊，这把没有很专心的打，就算专心打也打不好，掉线啊。哎，边装电脑 边打，哎，这电脑装了一整天了，我的昨天就死机到现在，重装重装再重装，重装了一次又重装，这机子不敢重启，哎，重启就要重装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！哎，淘宝买的电脑真坑啊，贪便宜。刚才当时看它配置不错啊，价格又比较低廉是吧？但是系统稳定实在是太差了，没想到这么差，随便装几个软件重启一下就不行了啊！呦呦呦，哎呦呦呦，李白又来了。
这些家伙很烦啊，动不动就扔过来扔过来。草丛躲到好多人啊。我只能不断扔陷阱啊，来逃跑。搞死的。这个草丛上怎么都喜欢躲那里？李白又来了，走了，扔一个走。选择堕落为野兽吗？小心对方李白啊，我一个人吃不消的。那李白在吓什么？不怕不怕。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，深渊也在凝视你。等一下等一下，这个步骤过一下。对吧，没指望赢呢，是吧？骑着我的小飞太狼，暗影主宰。我这自以为强者，上路套下路，集合进攻暗影主宰。为野兽吗？他跑了！哎呀呀，他又来了！开始撤退。我竟然还打过李元芳，哎，但是给他跑了。我关战。终于有人头进站了，打这么久。跑掉了。这李白真能耍，真能耍人。直接扫死。卡一个个没了，我操！选择堕落为野兽吗？对，这个成吉思汗到后期还挺猛的嘛。我这都瞎打一下，没蓝了，三四个，但是躲在这里。孙悟空不打了，先把龙解决掉啊。不能我操，扛不住了。
还好光与及时顶一下，要不然我就死了，我操。这一波打得好辛苦啊，这一直砍一直还啊，根本关羽都不项羽根本都不打了，他什么鬼，把这要打都快打团灭了，哎呦呦呦，还好我有护火甲呀，要不然他又死了，我操，这李白什么时候穿出来的，太狠了啊，这下子真的被他刷死了，我操，这李白我以为他会打项羽，他掉个头就打我了，来来这边是装完了啊，这装完了试一下，哎，先装个东西。这把都输了，还输了打这么久的，能坚持这么久。绕一圈吧，打下面的兵线吧。这个陈玉川大招好像伤害很高诶，到后面啊，对吧？飞不得还很快。孙悟空要死了。我还草图，哇，这个扁鹊毒好厉害啊，我操，那个没出来，算了算了，我操，今天的电昨天电脑坏了，耽误好多次啊，吓死我，刚才给他卡了两下技能都扔歪了，还没弄好，应该要边打边扔二技能啊，这才是比较好的节奏，那我没有扔二技能，扔二技能也扔歪了，没配，没打好，没打好，没打好，我们四个人已经坚持这么久了，我好像不错了，这么久他们也打不进来，又是扁鹊，又被扁鹊给搞死了，完了，快跑快跑，又被盯住了，这李白怎么都拿我开涮啊，很烦这些人，你们没事专打我是吧，靠，你们老针对我干嘛，
我们老真队伍。输了。他那个扁鹊追的没地跑了，我操！那啥，先打这，继续装东西。打到现在，我就还打上 MVP。